自己有的时候又不想吃啊，现在自己没有了，反而又想吃了，这人就是好奇怪啊。告辞啊，木耳如斯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宝，雪冲八月山啊，今天我们种葱头啊，今天七月十五，农历。东宝，你插中国是吧？好哥哥。扛葱的人好香啊。今年我们山区降温有点快啊，才农历七月份，我感觉都快到冬天了，那感觉啊。真的好冷啊，你要晒太阳，不晒太阳穿个短袖短袖顶不住了啊。嗯，这太阳出来舒服。等一下就更舒服的啊。等到下午再热。搁点板面。没有，哎呀，下午有空。我的。怎么菜就掉下来？那你看它好重哦。反正我觉得这个抗冲搞出了搞出那个酸菜啊，比那个浇头要好吃些。这只是种第一遍，到时候还要移栽的，移栽地方就比这个面积要大很多了。没记是大五子。啊，不是嘛？哎，国庆节要嘛？哎呀，国庆节你还在几时？你还在几时来扣税的啊？你莫打的。啊。你莫打的。我还没打，哪里啊？你等了我才扣税啊？没二十路哦。哎呦，跑的，没把打了。这没十路。没二十路。没十路。你是干鬼啊？你要过生的试试哈。才十路了。这有一个青雀窝。里面还有蛋吗？啊，这个季节都出了，有一个蛋。有啊。哈。草籽。红枣，现在早都过了哈。嗯，对。今年我们家那个木耳种失败了，应该是那个菌种的问题啊。来五味家蹭蹭菜吃一下，他家长得好。这边也和我们一样的种子没长啊，后面那些是他自己买来种。大家看看这长得好不好？自己有的时候又不想吃啊，现在自己没有了，反而又想吃了，这人就是好奇怪啊。这个地方稍微大点雨啊。这两天没下雨，木耳有点干。对，现在接下来就是干旱天气了。大家看看这个，长麻没？好多啊！你不要搞好多新鲜木耳。就是那种垂木耳。嗯，现在雨水好的话，这个木耳还有最后一波。天气一冷，它就不如花了啊。这会长了好多小木耳。就差一泼雨了。物业前面都扯过几泼嘞？三泼了，几泼了。好，够了啊，这么多。好，我们先用它去炒肉丝啊，木耳肉丝。这个菜，那个门边一门边都没地方，好多。大哥的，木耳猪。是木耳。宝贝儿，躺下，躺下。哎，听话。木耳切丝。新鲜肉丝下锅，盐、辣椒、酱油。木耳下锅。放点韭菜提香，起锅，香远的，告辞，告结婚。骨头瘦得很的，这儿有什么都没有，就你们俩瘦瘦的。那咱今天没有骨头。告辞啊，木耳如丝。嗯，还能吃新鲜，吃人家的多好吃。不要吃的就是好吃些。嗯。等会儿转那大半杯，我转那大碗吃完，你有点东西转那大步的，再吃完。咱俩大些一个，咱俩个人碗大些。木耳蛮好吃。那么可好吃？看人家不东西多好吃。自己屋里不好吃哦。嗯。
我活了一个都没生木耳，白痴晓得。就我说生几个。水嘛，你也要盖嘛。盖水。那木耳怎么没炒熟啊？木耳没炒熟。晓得。那木耳没炒熟，木耳去生你都吃的。娘。嗯。那么今天我们木耳没长。我也木耳熟。长那么多，一个都不长。他不想长。啊，正儿八经搞。没也不搞了，没也。他长在那点地方有点高。长不起来。啊，香菇我也不长不起来。对的，小时候要么就是在种茶。香。我今天看到都有木耳了，一树，我用来拔了剥。拔了。就是软球儿上去了，它是半中央的。我在这火灾看的，晚上看。我看见这，我讲我在中间生气的哦。哪晓得我把一乱等哪空来的，非要把它尿我，人家生哪生，一步步的生。对对，因为摸得舒服哦。看它是像不像人摸它了看。这里像人摸它了看，舒服。舒服，眼睛都闭到的。哎，过瘾啊！我白了，我吃饱了。今天菜多少钱？嗯、好吧，我们再去视频这里啊，拜拜。视频结尾啊，大家赶紧去西瓜视频抽奖啊，这也是最后一次抽奖了啊。没西瓜视频朋友下载一个西瓜视频，有西瓜视频朋友点开啊，然后再搜索栏搜索湘西东宝666啊，然后点进去，答案重复链接下面就有抽奖的地方，有户外空中杯，有西瓜会员，有 VR 眼镜，有遮阳伞，有小米音响，还有 PE50，还有小米电视，大家可以点中间去抽奖啊。